近日，成都一对男女副区长的微信聊天记录曝光，尺度之大，聊天记录太不堪入目。大家可以看我推特哈，现在这个视频被聊天记录被曝光，据说是这个雷敏的老婆干的，老婆无意中看他手机看到了这些，对吧？别人也不可能从看到他聊天记录嘛。成区长，这只是一个区长。我还是前途无量的哈，电子科技大学，也算是一个好大学吧，985。这个女的呢，比她小10岁，今年也41了，也是这个副区长，政府党组成员，说明她这个上位的路也是，我估计也是靠这个颜值上来的，对吧？怎么上来的，大家心知肚明。从这个雷政富到赖长青的红楼，腐败到家了吧？再看看那个谁来着，许三多，房多钱多女人多，就杭州那个市长被枪毙了。哎，我觉得这官都一样，我操，是吧？他俩这还算是这个高级知识分子，别的可能更不堪入目，村长那些。